发好乱。早安，妈妈。那给谢谢相遇，后羿，林雅、林腾、John、Kicks， 我就让弟弟。你最近很爱穿这件哦，因为呢，就是洗衣服嘛，然后晒衣服嘛，然后拿出那个拿衣服嘛，穿一样的嘛，然后再洗一次嘛，然后晒衣服嘛，出门前再就是从窗户那边拿一件嘛，那又是一样的衣服吗？是这样子啊，好好笑，是这样子。一直一直这样子轮流轮流这样，跟我完全一样的模式，对不对？我要喝一个补身体的，因为快四周年演唱会了，我好害怕我会感冒，所以我每天都有补一些什么维他命 C 啊，什么补铁啊什么的。好，我非常懒得倒在一个杯子里面，所以我直接喝了。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对啊，啊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。谢谢楚楚、勇哥、燕婷、卡丘、麻油。能问一下，礼拜六哪边比较多？我想想，礼拜六是 fan meeting 吗？fan meeting 的话，我想想哦。第一首歌，我的右边，面对舞台左边。第一首歌是面对舞台左边，然后等一下，我想一想，中间，然后中间。然后中间，就差不多就在中间。然后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应该是，面向舞台的左边，我的右边，应该稍微多一点点，稍微多一点点而已，都差不多了，就是在对左边，你们的左边这样子。嗨，谢谢大家来。还有维他命 B 跟 D 很重，好，很重要。林阳，谢谢你的红玫瑰，谢谢 Jack 的相爱相恋。桃园那一场你在哪边？桃园那一场还没练呢、啊，超久的，还没啦。我们要先搞定那个，先搞定四周年吧。四周年好恐怖哦！真的是很恐怖，超级赶时间的那种，在我眼里比较多，是吗？嗨，午安，大家午安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那我应该在马友的心中哪个位置？笑死，马友的右边。说到是啊，应该是第一次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好的，嗨大家，哭了。桃园那一场我刚好卡到大学的迎新，迎新比较重要，加油。切换围炉，还有谁？小亮、那位围炉，长月、卫星、志祥、人和梦，嘿。蓝调人、马丁、奥利安、克里斯、卡姆伊、阿北、力士、劳力士、维英。然后四周年演唱会，哦对，就是 fan meeting 的时候是大家帮我喊，哇，记得。然后去确认，什么确认是学姐吗？喂，马尔地震时候有被吓到，当然超可怕。但是我比起吓到，我还比较担心麻薯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练习，然后在我们是在一个地下室的练那个舞蹈教室练习，我真的有过大的，超恐怖。
我先喊哦，谢谢。妈说在家，对啊，妈说在家，然后她又没办法自己怎么样，所以我是觉得很害怕妈说会怎么样。一个啊，妈有学姐好，为什么是学姐？对呀、啊，听说这一两个月都会有余震，好可怕哦。王保罗，妈妈你在干嘛？这个不是你的零食啦。啊，妈妈，妈吉，你不是不要撞，不要撞，不要撞，好吗？过来，过来，妈妈。好，没啦，我没有想认识其他人。是吗？我家猫咪要去抱它，它还一直乱跑，真的、哦。哎，领养也有猫咪啊。想看，想看，想看猫猫。那四周年的麻油在哪？四周年中间，右边，我的右边是我的右边的，不是你们的右边的。我的右边是面向舞台的左边哦。先右，然后中间，然后右边，然后右边，好像偏右哦，好像是偏右，偏右边，所以面向舞台的左边，然后再来，诶，好像真的是偏右边呢，右边，再来就是右边哦，真的耶，哇，好右边哦，呵呵，然后再来就是。哦，终于来到了左边，左边再来就是，等一下我想想是哪一首歌，左边中间，我想想哦，下一首歌是什么？就是差不多中间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哦，应该是右边比较多哎，然后。我在想最后一首歌是什么。哦，想到了，还好还好，这个可以，好 OK。对，就是比较多右边比较多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在玛雅的左边，没事，我也会在中间的，耶！啊，我看看。不夜城，他们奇异国火红艺人，台中学生，耶！什么 MV？ 什么 MV 上将？嗯 ，JK， 可恶，我的位置在你左边，真假的？我记得我的左边，我的这麦的右边，只是比较后面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没事。我 free 的时候还是会去左边找找你们的。对，其实也有在左边跳舞的歌了，只是我这次好像真的偏右边多。位置在你心里，哦哟。嗯，真的只能荧幕，就是线上演唱会类似。嗨溜达，乌诺，阿玲，谢谢，疯狂打 call 1500，开心。我昨天去拍路跑的影片啊，然后要火台风是一模。マジで？やば。大丈夫？今天有点哦，好啊，辛苦了，羚羊，好好休息哦。你们是真的会去跑吗？我已经跑完了，我已经跑完了，不要再叫我去跑了。我想干嘛？大丈夫なの？大丈夫ならよかった。真的有保啊！再保一次，麻子不辛苦不辛苦。再保一次吗？不要了。你们会去跑，我现在就去报名。
好像是，好像是10月11号到10月31号，使用 APP 4公里，忘记了。已经开始报名了吗？不是线上跑哦。没有，我应该也可以去跑一下啦，反正4公里而已，然后上传照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就可以把捐钱捐50块给那个台湾癌症研究发展基金会，所以也可以去跑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可以去跑4公里而已。今まで日本のお店で、そうなの？台湾のネット通販で買ってくれるの？クリピオ、チャク、シャンユー。今日ね、ネモハモのね MV 見たらね、1000コメント超えててめっちゃ嬉しかった。我看了那个我们的 MV 啊，然后看到那个留言数已经超过了1000，好开心哦。花生小魔术，谢谢樱花。其实你们假如会去跑，我觉得我们会很累，因为要背对哈、哦，辛苦了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偷偷去跑而已，没有要跟公司一起去跑。看，还有谈过来的时候的是呢。丹尼 ，Hello 大家，花生小魔术。马友应援把4周年 bird 做好了，小五超级有信心，耶！超哥，谢谢你的相遇，好开心，好知道这时候建议使用 GoPro 最新的哦。Hello， 陈安，好久不见呢。所以那个路跑该报吗？我觉得可以去报啊，就是因为那个也是，应该是说。应该不会遇到我们啦，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嘛，然后你只要跑个4公里，然后参加那个活动就可以捐钱捐给癌症的基金会嘛。那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啊，你就只要跑步，你就可以，对啊，参加到公益的活动，所以我是很支持大家去报名啊。希望小乔斯马友能发现耶、去松叶附近跑4公里也可以吗？建议不要，我怕就是被误会，被我们经纪人误会这样子。你要说不一定会遇到我们，这样子大家会去报名。你直接说不会遇到，大家却不会报名，那就是不一定会遇到我们，但是我会参加的。对，可能会遇到我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对，但是那时候遇到我也不要来跟我搭讪，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自己去跑的，就是话术哦，你懂的哈 ，OK。田中何位呢？平安 ，Tony 呢 ？Tony，Hello，Hello， 田中，呵呵猫啊，猫来了，猫，猫咪。我的猫咪，我的猫呢？我的猫咪，我的猫猫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。我的妈妈，可爱吧？终于谢谢梦幻泡泡。我们跑过我们旁边，把脸遮住，然后跟你比耶。这么呀，对不起。妈妈，妈妈，桜井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么了，这么了，又先起了。卤肉饭，卤肉饭。嗨，卤肉饭，我知道卤肉饭。嗨，卤肉饭，上次跟你说什么杰伦咬，晨晨就拍了，你就赶快拍马雪小姐的脸，杰伦咬，趁现在哦，好啊，不然现在5678123456。
是这样子没错吧？嗨，露露爸，妈哟，中午好，这样可以啊，会红。MV の再生回数もうコメントも1000が超えたので嬉しいです。マスク面無表情笑死。クリス、谢谢掌声鼓励。圈。但是我昨天就是拍路跑影片的时候，刚雨晴拍了两支就是 reels 的影片，还蛮好笑的。还有呢，我上次去凯哥那边啊，那个摄影哥哥啦那边拍了一个很有趣的 reels。就是我已经拍好了，我已经拍好那个上次说的 reels， 很棒吗？这是一个神速度哎、欸，这是神速度哎、欸。话说你粉丝数涨得蛮快，对我最近每一天都有看到一些新的粉丝来追踪我，然后不只是追踪，还会来私讯我。啊嘞，为什么我的充电线没有充电到啊？可怕呢？为什么？我想说。我想说应该有充电到，结果没有充电到、欸、就是不是假的粉丝，是真的新的粉丝，然后就说什么来 看到你的 MVO 什么的。诶，なんで？为什么没有充电到？可恶。诶，不要吧，这样子我等一下要怎么出门？拜托，不要的呢？为什么？线是线坏掉还是插头坏掉？完蛋了！完了完了完了 ！Barbecue 了！哎、欸，难过呢，因为哎，木、欸、姐你在干嘛？充直播单没到充电线。对啊，越长的线越容易坏掉，这个还好啊。哎、欸、呢，もう本当やだわ、マジで。最近なんか線に対する運がない、線に対する本当に運がないわ。どうしよう。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 ！Barbecue， 因为我等一下两点要去修我的荧幕，然后没有行动电源吗？行动电源没有充电呐、啊，行动电源没有充到电，所以是等于没电的行动充电，行动。电源，你要看插头坏掉还是线坏掉？那怎么办啊？我等一下要去那个，我要骑脚踏车骑个15分钟到那个手机修理的店。啊！神奇，真的是哦。为什么我有另外一个插头吗？好像没嘞。去打架都发脸了，笑死！还是我去捷运站借那个充电的，要不然等一下真的没办法。你要骑脚踏车哦，那我不要出门了。你爸下雨是不是？因为地震的关系，前两天有充饱电，新闻建议的哦，还是711买呀？不要的，我不想花这个钱。现在买油饭去买里发箱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了，那我觉得是这个插头坏掉了。好，老人家的那个方式，吹气，可以的，我的气是强的，拜托。为什么老人家会这样做？你现在关播吧，直接去修手机那边，然后顺便，你为什么？我是觉得不是这个线的问题啊。欢迎大家，等我联络充电线，有点晕啊，我觉得是这个插头的问题呢。啊，怎么办嘞？嗯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没有其他的插头了，因为上次哎超难过了，哎啊，我觉得这个有电呢、啊，我刚刚有被电到哦，还是我刚刚就割到而已，咦，好可怕，那个插头是原厂的吗？不是，那个插头不是原厂的，因为上次我的插头坏掉了，我很笨，就是我上次就是压到我的插头，然后插头的这里就是弯掉了，就没办法用了，去问老人家就知道啦。金哥，难过，这不是卡带呀、啊，
啊，卡戴才要吹气，是不是？吹气魔法，没错。你这个插头看起来不够厉害啊！疯掉！那你就是我快生日了，11月30号的时候送我好多好多插头，好不好？厉害的插头，为什么插头不能乱买？这个已经用了4-5年了吧？第一次这样子，妈有笔电吗？直接接哦，接电脑。哎，你很聪明哎，但是我要首先充电电脑，什么都没电，笑死！送插头干嘛啦？弯掉再弯回来就好。但没办法，已经就是弯成那样了，我就没办法自己弄回来了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哦，那我先去抽，什么都没电，我要笑死。没有啊，就是不会用到的，我平常为什么要充电？好了，我先去充我的电脑，然后再用电脑充我的手机。呵，那我今天的直播就是充电直播就对了，等我。我的电脑。而且我的电脑也是买在最里面，然后就是现在，哎呦，好烦哦，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，拜托。妈妈，你干嘛？你要开直播是不是？哟，我的电脑，然后我的电脑的充电器。奶奶，莫急，不要这样。一下，我看看我的行装有没有电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哎，这个行装怎么用？为什么它没有开关的？啊，这个，它好像有亮。所以呢，它的意思是说。可以充电的意思吗？可以充电啊，好开心！谢谢，阿达达，我自己也有去过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年会什么的，有表演过，感恩，感谢有阿达达。然后我现在马上充我的电脑，然后充电孔在哪？我好久没有用电脑呢，好，这样子哦，装好了，厉害，感恩阿拉达，都省了充电中的。那空的插头呢？就是没用的插头，这个没用的插头，谁想要买？我今天要当一个厉害的推销人员，电脑上面的贴纸好想要，对啊，那是我甄选的时候的，我对这个是50，不行。太便宜了，这样子就变成500块了。100，50，你这时候开始去卖，太好笑。赵恩，谢谢掌声鼓励。安小嘎啦嘎，谢谢掌声鼓励。小五，谢谢掌声鼓励。还有谁？手机感觉会超烫。阿仙，谢谢小护林。对啊，手机现在很烫哎，11月30不能再多。1130，你开一个新的账号去虾皮买，这样我们就能买到。好开心有充到电呢。然后我想啊，不是，我想说再充一个我自己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应该要再啊，好难。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修手机，然后修手机大概要2-3个小时，所以呢，我必须得充另外一只手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必须得充另外一只手机，但是我只有一条线，那我现在应该要充这只手机呢，还是充另外一只手机呢？因为另外一只手机呢，我已经没电了。好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等一下2个小时是不能用这个手机的，我必须要用另外一只手机。
当然是另外一只是吗？但是这只没有充电的话，等一下可能直播然后就断掉了，很难决定哦。这个在想，那应该是另外一只吧？是吗？好，然后等一下吧。哎，那我问你哦，如果我把那个 SIM 卡直接插在我的那个旧手机就可以用的吧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吧？我是3C 笨蛋，没关系，我们洗洗笑。你聪明一只吗？好，新单曲 C 位过着没电的什么直接接受，不是这样子吧？这样子，如果是打电话的话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哎，可是资料还是会在旧的手机上。哎，可是。不只是打电话吧，网络也可以用吧，可以吧？就是 IG 什么的，资料要转移，不用吧，不用吧，就是网络可以，网络什么的可以用了，对吧？就是 LINE 没办法用的意思。哦、OK， 就是我怕那个 SIM 卡那什么大小不一样之类的。对，就我是个3C 笨蛋，谢谢大家。苹果的资料转移的话又同步哦。暂时用就不用转移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哪边还不知道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赖其实可以哦，如果有绑定账号，可以再多。是哦，是这样子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没办法，因为我的旧手机的赖就没办法打开了。看你，如果你没有存资料的话，就不用转移哦。如果没有不介意聊天记录不见的话，不要，我不想要，因为你知道吗 ？AKB 的那个群组就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多，你知道吗 ？AKB48 Team TP 经济部 ，AKB48 Team TP 全员 ，AKB48 Team TP 正式生 ，AKB48 Team TP 六当。有老师的 AKB48 Team TP 六的没有老师的，然后 AKB48 的那个 T Unit T， 然后 AKB48 Team TP Unit Bellflower， 再来就是很多四周年演唱会 Unit 曲啊什么的，其他的就是非常多的群组，所以呢，如果我的那个聊天记录如果不见的话，超级麻烦，因为就是有一些什么站位啊，或是有些分配的都是传在群组嘛。那时候我换了新手机，很多资料、很多照片都不见了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我现在真的不行，真的。群组会在啦，但聊天内容只会限最近的。怎么跟我们上班族一样一堆群组，跟公司群组一样啊？对啊，但是把 SIM 卡弄到另一只手机里面，不要当热赖，不然你就手机的资料会全部。对啊，真的，妈的赖很多群组。对啊，超多的。不要不过转移的时候，聊天记录会不见，通常是很久以前的内容啊，是这样子啊，感觉超容易错。对啊。而且还有没有老师的跟我们一样会没有主管的群组哦，从大群、中群、小群到小小群，对，真的超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直播表啊，然后什么的，就是要交作业的什么的，就是都会在就是很多个群组里面，然后我很容易搞错，哎，那个什么 round down 是在哪里啊？哪一个群组啊？这样子，大家都很常问说，哎，那是经济群还是全体群啊？不对不对，那是正式生群啦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不然妈有邀我入群组帮忙呗，没关系。夏日冰块，谢谢林雅红玫瑰。没有主管的群组就开始各种抱怨，不会啊，我们不会，不要把我的 LINE 删掉啊，最近都到丑陋了。对啊，林雅，谢谢你的玫瑰。然后有一次是超好笑，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啦，应该也是两三年前的事情，我就是打开着那个全体的，哎，应该是全体的吧，对，全体的 LINE， 然后就睡着了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传那个贴图，吓死人了。然后后来阿班打电话给我，我才起来。那时候阿班就说，你干嘛，你在干嘛？我就说我在干嘛。然后就是我发现我的那个全部都是贴图，然后狂按贴图到全体耶。
全体是有劳资啊，然后经纪人啊，主管啊什么的，谁都有，就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啊。对啊，我那时候超好笑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有时候还会传错群组。等整只有长辈会讲，没有，我是睡着了，就哒哒哒哒哒哒哒狂按，对，唉，猛男贴图吗？我忘记是什么贴图啊，反正就是狂传，可以传给我没有？而且我真的很孤单，因为除了工作群，然后那个可以那个设定什么常常聊天的人嘛，那个可以有一个定。那什么定选什么的，全部都是 AKB。我的大学朋友都是什么男朋友，还有什么闺蜜群什么的，我的都是，我上面都是 AKB。然后再来就是藤井家，藤井家是我家人的。然后藤井家结束之后再来，对对，就是偶尔会出现大学朋友的群组这样子。唉，真的好可怜。我看了自己的手机里面都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一直工作的人这样子。好可怜哦。那妈呀，有试过过传到什么东西到公司的群组没有哎、欸。你现在可以穿 TB 铁土的休息一下，都你的脸。对，我就来谢谢加入我的粉丝团，不是续费我的粉丝团。什么张也我想赖 AKB， 那等麻油串麻油跟麻油饭的存储，这以后再说吧。Kiss 谢谢你的红玫瑰，等紧加我看一下有没有在里面。我的哥哥不在里面了，你怎么可能会在里面？直播 report 麻油工作开，应该大家都是啊，就是应该是就是好朋友群，然后家人群嘛，其他全部都是 AKB 群，超多的。啊，真的好多啊，三哥，很容易搞错呢。我刚刚想干嘛呀？我刚刚想说什么呀？这几天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我想想哦，这几天开心的事情当然是 MV 的那个留言说1000万了，啊，不是1000万，笑死，1000万也太扯了，我说1000个了。拿着麦克风出去啊！对啊，地震很可怕。然后就是除了练习以外，都是练习啊，就是都在练习啊。对，我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，就是呢，就是我的国中的老师跟我非常哎，国中的老师跟高中的老师各有一个非常跟我非常好的一个老师。那国中那个老师也是有来密我说，他是日本人哦，他有密我说，就是我有看五个舞剧 rumor 哦，然后觉得麻友很棒，很开心看到你这样子，对对对，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高中的老师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我，因为他是英文老师，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去参加什么英文比赛啊，或是什么的一些就是成绩不错的，然后他是觉得很。他之前就是跟我说过，你是就是我最好的学生这样子。他之前就有跟我这样子讲，他是个女生，柴老师，我之前就有跟你们讲过吧，反正就那个柴老师啊，就是跟我很好。然后后来就是也没有什么联络，后来好像是昨天他也来传讯息，就是传 email 给我，他就说我看到了台湾地震的那个新闻啊，你还好吗？讲，然后我也有看到了那个 Yahoo News Yahoo 新闻，然后写说什么第一次就是日本人担任的 C 位，然后觉得非常荣那什么非常骄傲这样子，就是觉得很感动啊，就是已经隔了好几年了，就如果是国中的话，我15岁到现在已经23岁了，差不多也10年的时间，高中也是啊，我已经离开日本也是5年的时间了，所以这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老师。好感动哦，最好的学生是蛮高的评价。对啊，日本的新闻影响力十足。对啊，可以是谢谢掌声鼓励。好，老师好赞，这么久还记得学生，我觉得我是真的对他来说一个很特别的学生，因为我很常跟他聊啊，然后那个就是
他很常问我要不要去比赛啊什么的，对，就是对他来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啦。我说对他来说，对，只是对他来说特别好看的学生，没有没有，而且他也是，他人也很好啊，对啊，他也会讲中文。大文的老师吗？对啊，好久不见，这里啊，国中老师有看到 MV 吗？有想要的样子，对啊，开心耶。那时候除了那麦克风还要拿什么东西，没办法拿什么东西，我们直接上去了。真的从小看到你大耶，老师一定感触很多。对对对，柴老师有寄信来，对，他就是一直都有跟我联络，对。然后呢，谢谢花先生魔术的自由宝宝，就是老师跟学生的那个关系啊，其实跟台湾跟日本其实还蛮有差别的。比如说台湾的老师跟学生其实蛮亲密的，就是可能学生就知道老师的 LINE 啊，或者是通常什么老师有什么要庆祝的东西，那学生也会帮他们帮老师们庆祝之类的。我个人是觉得台湾的学生跟台湾的老师都关系蛮接近的，但是如果是日本的话，其实老师是老师，然后不可能会知道老师的 LINE 啊或什么的，所以我刚才老师也是一直以来都是用 Gmail 我的，对，就是从来没有叫过 LINE 这样子，对。特别漂亮的学生吗？啊，也可能也是吧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因为我的高中非常非常多漂亮的女生，确实有时候学生还不会想要老师的 LINE， 对，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下，就是在日本那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其实距离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大的。然后我竟然有这么好的一位老师，然后过了这么久还会来关心我，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。对啊，玛雅在我心中是最漂亮的，谢谢。这倒是我，但我不会让学生知道我的 LINE 还有 FB 啊，真的啊。谢谢花仙熊魔术，妈呀，在我看到是哦，求 IG。其实还记得还是得看老师的个性，有些老师真的跟朋友一样，还会在 SNS 留言。对啊，就像我的大学的老师们都很亲密，而且有可能也是因为是我的外交系嘛，那同学的一半以上都是外国人，那可能他们老师们也比较 friendly 一点，就是友善怎么讲，亲密一点嘛，比较不 care 那种上下关系的。然后你知道，就是我的老师也是很常来，就是在官方的IG 留言呐、啊，然后就是很棒啊什么的，就是老师来密我，然后就是教官呐、啊、什么的，就是都会来关心我说，哎，没有，你最近就是很常上节目哦，加油哦之类的。然后有一个老师是直接转贴我的那个贴文呐、啊，然后啊不是转贴啦，他是直接截图我上那个同学来了的。那个截图，然后他直接po 在我他自己的 IG， 然后就说 I'm so proud of you 什么的，就是觉得就觉得很暖心啊。然后那个帮我发在贴文的那个老师啊，因为那也是我大学朋友传给我，因为我没有在追踪那个老师的 IG， 我的那个官方 IG 那个不能追一些私底下朋友或是认识的人的嘛，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老师的 IG， 所以我的大学朋友就是把那个贴文转给我说，他说老师有 po 你哦这样子，老师有姐吃东西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老师也是蛮有范，我跟你讲，老师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啊，10000粉丝时候的那个，就是我那时候冠府老师啊，我们之前的老板啊，就是不是有给我们一些任务嘛，就是我那时候的粉丝好像是9000多，然后就要破一万这样子，破一万的任务，然后破一万任务的时候，就是我那时候大三还大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我去上那一堂课，然后老师就问我说 Hey what's up， 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最近怎么样这样，然后就说哎，不是很好，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公司就是给我一个任务，然后我的 IG 要破一万这样子，然后说好啊好啊，然后这次那今天这一堂课的点名直接用你的 IG 好了，然后他直接用那个 screen 啊，就是
上课用的那个 screen， 然后大家打开我的 IG， 然后就说今天的点名直接用追踪来数，然后就是追踪来点名，他没有打开他的那个 Tron iClass 什么的，就是大点名的 APP， 他直接打开我的 IG 说，哎，谁没有追踪，谁没有来上课，在课堂上要加 IG 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还会帮我宣传的那个老师好棒，我们还真的是超哎什么。真的是超挺马友坊，对啊，老师也太棒了吧，对吧，超好的老师，对，用之前啊，对啊，测得非常好，啥啊，公器私用啊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也是蛮低调的，就是我没有跟所有的同班同学就说我是 AKB 的嘛，那就是 有一些同学就是哎，你竟然是 AKB 的吗，就说哎，对对对，谢谢追踪，谢谢追踪。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就是，如果现到现在都没有退追的话，还蛮多同学有追踪我的 IG。对啊，好开心，这招。对啊，其实真的很暖心耶，就是老师也没有其他意思啦，就是想要帮帮我而已。对啊，早安 ，Hello， 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很多同学都是老麻油饭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因为我上次就是跟那个文娟啊一起去吃蛋糕的时候，那个篮球队员蛋糕，然后就是那个倒了的那个蛋糕的，然后文娟也是跟我说，哎，谁谁谁好吗，谁谁谁好吗，谁谁谁好吗，就是比如说这美玲最近好吗，哎，最近七七好吗，就是肉肉好吗之类的，根本没有见过面哦，但是啊美玲有啦，就是其他人都没有见过面，但是因为一直听我讲嘛，然后听了大概四年的时间，所以他就说，哎，你谁谁谁好吗，然后哎，你一个粉丝不是有这样子的粉丝吗，最近他怎么样呢之类的，就是很了解我啊，然后很支持我这样子，很多同学都是老麻友，反正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错啊。嗨，对我妹子弘毅微积分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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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启威的自由宝宝共勉之粉丝，没错。杨翔，谢谢你的相遇，我不老，只是买油饭。等一下要花一笔钱了，好难过哦，修荧幕好贵哦。我有问我，你那有问我好不好吗？有啊，有啊。我的同学有问我九蛋好不好没有了好，这样也太奇怪了吧，来我打开我的电脑，好久不见了我的电脑，你还活着吗，你还活着吗，他好像啊还活着，还好，帮我谢谢他的关心哪里都内麻油启威 Hello， 哎，我的密码是多少，What？ 是这个吧？是吗？啊，没有错，太好了，因为太久没有用电脑，我会忘记。五二麻油一三四五吧，为什么是一三一四？一三一四，麻油五二零吧，太可爱了吧！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接続されていませんが、しかし。充电はできるよね。啊，ねね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是不是我可以先充电行充啊？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可以哦。我好聪明哦，我真的好聪明，就是用电脑充电行充就好了呀。等一下就可以，想要充这只手机还是另外一只手机都可以充电的。哇，我好聪明，对吧？也是这样子吧。哇，好聪明哦！那我要去拿了，突破盲点。对呀，我好聪明。谢谢谁就是挂机啊！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卤肉饭的掌声鼓励，谢谢赵恩的掌声鼓励。哦，感谢感谢哦，不用夸奖我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有几只手机，两只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修这只手机的萤幕，所以等一下就一定要用旧手机。好，那我去拿这个 Adapter 的。行充的充电线，但是我不知道行充那个是什么充电线，这个是 iPhone 的充电线吗，好像不是耶，这个是 iPhone 的充电线吗，好像不是齁，我去找找看它的，找得到吗，我去找一下，好吗，我去找一下，等我哦，我
家还好吗？应该是这只就对了。一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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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小。啊，没事吧？我的手机，哦，还好，还好。为什么要踢我？对不起，不知道这是晕还是麻油晕过去。这个吗？苹果充电床，这个感觉是不是哦？这个感觉不妙哦。这个不是呢，那另外一只呢？这个感觉是哦。这个也不是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，这是对。然后呢，我把它这样子，我把它这样子，然后穿这一只。哈哈哈哈！我是个聪明仔，这样子就不怕了。对，送修之前就要多甩几下，没错。呵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完成我的任务。为什么我的？なんで？为什么我充电了，我的行充就没办法一起充我的？哦，原来是只能二选一，是不是？再充了我的充电器，所以没办法同时充我的手机，是不是？哇，好烂哦！我以为可以同时诶，不能一起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子哦，准备上班去了，麻友等一下记得带雨伞。真的哦，今天会下雨吗？不能同时充电被充，哈，是哦，我刚开始还想说这样子就可以就是同时充我的行充，还可以充我的手机的说，好吧，这样等于没电呢，哦，这样等于没充啊。好难哦，好吧，反正呢，我就先充我的行充就对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好难。但是我现在电脑在充电呢，然后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不要充电脑比较好？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我可以边充电脑边充我的行充，但是不行边充行充，然后边充手机？妈妈，妈妈过来，妈妈，猫吉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不要再踩我的包包，谢谢。然后还需要多个插头插座，对，虽然有创意，但是可惜的，只好买一个长行充，因为我会在外面跑。好的，用电脑充手机，对，电脑不充里面没有电，我的脑袋快坏掉了，电脑不充里面没有电给行充，行充只是行充，只能二选一。所以是电脑的话可以边充电脑然后边充行充。哎呦，好难哦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就是先，因为有现在我有一个18%的电脑，我可以充我的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边充电脑边充行充啦。笔电的输入输出跟行动电源的机制不一样，用电脑充电跟用电脑电所以好像八成听懂了，谢谢，聪明，谢谢。真的是吼，不行，我已经20几岁了，我要变得很有气质的麻友，结果还是笨笨的。启威，谢谢行李箱。而且我真的很容易被误会，因为我的长相关系，就是我不笑起来的话会蛮凶的，所以呢很多人以为我是不开玩笑，然后还会那种很凶人家的那种，然后是又是那种看起来如果不讲话的话看起来蛮聪明的这样，但是就是一讲话就会被大家发现，其实也没那么聪明。那就是麻友的气质，不会啦，笨笨的可爱。好啦，大家对先学会装电风扇好了，去反边。好啦，电风扇现在可以动了就好了，
是真的蛮聪明的啊，谢谢。妮妮都是不会笑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笑起来甜死人。麻油鸡老师请凶哦，我很害怕、啊。大王出生的应该不可能不能开玩笑。对啦，我是很害怕被大家误会我是一个凶的人。不是呢，今天有要唱歌吗？呵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已经一点了，是不是？我差不多要出门去修手机了，不然我唱一次。噔噔噔噔，哎，没有那个 internet， 好，全场。Hey what's up? Noth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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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hing. Hey what's up?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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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温柔一点，我唱温柔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妈呀，这么温柔，一点也不凶。不是在格斗就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得你？想不到涂山唇才颇具魅力，会有人这么说你。我昨天，哎，昨天吗？反正就是总彩排的时候有唱出来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到时候知道为什么这么累，就是两倍的累。对啊，是两倍的累。为什么呢？就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赵安，谢谢掌声鼓励。林燕，谢谢你的缘分，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这次不是那个对，刚刚那一段的什么哎什么好怎么样。恋爱了，恋爱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刘若芳，谢谢齐薇，谢谢思琪，谢谢永祥。不是，好，是刚刚太温柔，温柔了吗？不是在个多久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得你？想不到涂山唇才颇具魅力。抒情，啊、哦，抒情，会有人这么说你？不是才个多久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得你？想不到的山川在颇具美丽，还有人怎么说你？不是在哦，我现在有点台湾口音，不是才个多久而已。不是才个多久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得你？想不到的是1130 combo 台湾话的，对。如果是用台湾话的口音唱歌的话，会是怎么样？不是才个多久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得你？好像还好。想不到涂山不涂山的存在。你要那个，我想讲那个，我有一个认识的阿姨，然后她每次都会问我说出换了没，出换了没，然后就说出换是什么？我一直在想出汗出什么汗，然后就然后就我一直都是谢谢阿姨，这样子走人，直接走人，因为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结果我后来才知道了，因为我朋友刚好走在一起，然后那个阿姨又遇到我，然后就吃饭了吗？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啊，吃饭了，吃饱了。阿姨呢？你吃了吗？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吃饭了吗？对，不是再过多久，阿姨，原来是我没有运动出汗啦。对啊，超好笑，超亲切的。但是我一开始真的是完全听不懂，而且还要学，为什么要讲那个鞋？他说什么啊？比如说什么啊？补鞋啦。他说啊，你要吃这个很补血哦，你要补血哦。那时候阿姨就跟我说，补血，这个是补血的，补血的，补血，学什么学？我要学习什么？还是那个下雪的雪？我一直在想哪一个雪？学补血什么意思？然后一直在想，后来才知道那是血。对，你跟阿姨说没膜了，没膜了什么？不行。
许久的疑惑终于被朋友解答，对呀、啊，超好笑的。赫拉，那大家那一点了，我再唱一次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谢谢 Cookie 的一封信。好，五六七 and 八，不是在个斗志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得你？想不到涂山唇才颇具魅力啊，有一点刚刚的那个颇具魅力，会有人这么说你？吃饭补血，超合理的耶。呵呵，我自己喜欢呵，好。期待两倍赞，好，那就是好，不是在国中啦，不是在个国中而已。哎，我的赞不要让我习惯。说唱说错了啊，对对，说唱讲说了，越来越台湾梗，说说说啦，说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今天到这边哦，谢谢，记得什么，没有记得什么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周末见，诶，不对啊，明天也要开直播好不好，明天是一点，好，拜拜，对，明天是一点，拜拜。